Hello， 咁啊，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啊，翻到嚟今日国际大棋局啊，咁啊，请大家咧进入节目之前咧，咁啊，按赞啦、订阅啦，我哋 Patreon 同埋我哋 YouTube 啦，咁可以嘅话可以课金支持我哋啦，因为目前我哋嘅情况都好险峻啊，系不停遭受到黄标，同埋有好多咧以前嘅片咧系遭受到红标啊等等。咁其实咧，我哋嚟计咧，咁大家做呢个台啦，坦白讲唔系为咗赚钱嘅，但系都希望啊。譬如技術人員啦，譬如話一啲嘅機器啦，譬如話啊，聽哥買過曬啲麥啊，咁希望呢啲咧，我哋唔需要係下下都係咧，即、就、係、是、去貼個成本出嚟，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對上尤其是我自己唔喺度啦，我當時嘅一兩個月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台啊，嗰、那個虧蝕情況都幾嚴重，咁我係即係嗰排咧冇辦法嘅，即、就、係、是、自己身體問題。咁啊喺度咧，咁啊再次啊恳请大家支持啊！好啦，咁啊今日第二节翻嚟咧，咁我就因为啊即系工作关系啦，我准备唔切啲嘢，咁我请阿 Ken 哥咧去帮我准备啲题目。咁啊今节咧，其实我自己冇个预备啊，咁但系唔紧要啊 ，Ken 哥你讲咧，跟住我即时到时俾啲反应你，好唔好啊 ，Ken 哥？冇问题，冇问题，系啦。咁啊，今节交俾你咯，兄弟。系，但系我都系要老板你嘅，嗱，因为咁样嘅。我睇新聞咧，我見到有單嘢啦，就話澳門嗰度咧有個女大學生咧就跌咗落嗰個叫公查法啊個騙案入邊啊，俾人呃咗53,000蚊嘅澳門幣係啦，澳幣係啦咁樣嘅，咁佢就係話咧佢有國內電話嘅，就收到電信公司職員嘅電話，就話佢個國內嘅電話號碼咧。發放大量的犯罪資料，電話隨後就轉咗去公安度嘅，咁就要關就話受騙者咧就要清洗下錢案，話佢有，咁就要趕咗佢個姓名出嚟，就話要拉佢咁樣嚇，咁啊要交出手機 Apps 啊，跟住錯佢就趕咗個銀行户口號碼同埋密碼咁樣，點知臨尾發現咧？就個户口唔見咗53,000蚊，咁你講一講你澳門嗰邊嘅情況係點樣咯？阿俊興，咁其實咧，而家即係個環境唔好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騙案咧係無知嘅，即係其實呢電話騙案咧係好多時噶啦。我自己咧其實喺澳門咧我都發生過一單，個騙徒咧就係即係講廣東話嘅。咁佢打嚟咧，因為佢把聲咧同我其中一個當時做嘢工作嘅同事咧極度相似啊！咁直情佢未去講之前咧，我已經開咗我同事個名啦。跟住佢又順理成章扮嗰位同事啊！咁跟住咧，即係嗱，佢當然啦，佢要套資料嗰啲咧，我冇嘅，因為其實認識我人都知嘅。我嚟計咧，我係個偏向係現金主義者嚟嘅，去到邊我都係代實錢嘅，我好少咧係會即係將嗰啲錢擺曬落去啲咩支付寶啊嗰啲東西嘅，咁更加嘅即係喺澳門好難用嗰啲嘢嘅，咁所以咧佢嗌我，佢就話：喂，不如咧你即係過數俾我銀行户口啦。咁當然其實佢傻啦，你諗下，我同你咁熟，嗌得你個名，你扮佢，我點會唔知你銀行户口咧？係咪？跟住佢又俾一個假嘅銀行户口我，即係嗰張三李四啊，大陸銀行嗰啲。咁我都係講嗰句啦，我話喂，大家咁多年朋友，我不嬲都唔銀行打唔到錢，都冇大陸户口。啊咁啦，你過嚟澳門啦，你過嚟關口啦，跟住啊，我攞現金我抬俾你啦，嚇、啊，跟住一間幾時見啦咁樣。即係我係倒翻用呢方法嚟應酬佢啊！咁佢後屘咁掂唔掂咧？咁啊，梗係掂啦！嗰條友啊，真係即係我唔知佢點諗啊！咁跟住啊，即係出咗事啊！後屘出事嗰個梗係唔係我啦？佢出事啊！嚟到咪俾警察拉咯。嗯，即係嗱，大家咧有時咧，佢扮係你邊個都好，甚至乎把聲打嚟同你朋友啊，例如假如我同你好 friend 嘅，好老友嘅，跟住咧佢係打嚟，佢話佢係司徒文俊。跟住咧嚇，佢就喺度講呢樣講嗰樣，你都唔需要講任何嘢俾佢啊！即係咩密碼、咩銀行啊，你唔使講。咁基本上咧，你好似我而家應對方式就係、是、你打嚟，就算你傳銷又好、推銷又好、騙案又好、乜都好咧，我基本上一句啊唔好意思啊，我做緊嘢啊，晏少少打俾我啊，我得好嘛？係啊，我唔講字啦，拜拜。成件事係5秒內搞掂，跟住啊攬手搏埋咪得咯。我直情我唔會上當嘅而家。O K， 咁你嗰边有冇实名制嘅电话？
以前冇嘅，咁而家有嘅。以前冇嘅，而家有嘅。即係我自己咧，即係我必須講啊。其實我算係咁噶啦。諗下做賭場做咗咁耐，我電話都用咗成十六七年咯。咁其實咧，呢一啲咧，佢一定係有曬實名啊、身份證啊、證件登記嗰啲啊。咁你話咧，其實講緊就係、是、有冇鬼卡？鬼卡要唔要？要唔要實名制？咁鬼卡咧，以前咧唔使嘅。鬼字啦！你行入去士多啊、超級市場啊，好多地方咧，你都買到啊。跟住咧，以前咧喺開頭咧，譬如你有啲嘅嗰啲擺個 counter 買卡嗰啲咧，佢就算要登記咧，佢都幫你揀唔曬啊。咁基本上咧，我自己譬如啊，我啲朋友啦嚟澳門玩啦，有以前有啲客啦嚟澳門玩幾日啦，咁基本上咧，我會係幫佢哋買埋啲卡嘅。咁但係澳門咧講緊咧喺即係幾年前啦，就好嚴厲進行呢樣嘢，因為上次咧我香港有個朋友過嚟咧，咁佢係喺澳門留一個月左右嘅，佢要做啲事，咁跟住一個月啫，你無謂申請個即係叫做話嗰啲 plan 啦，即係真係平時嗰啲 plan 啦，咁我同佢買臨時卡咯，即係嗰啲充錢嗰啲啊，咁但係佢都即時咧係要曬登記啊所有嘢，咁我朋友咧登記完之後咧，仲要登記埋我嘅。咁所以而家咧，你話基本上咧，即係鬼卡呢樣嘢咧，澳門就即係我嗱，我唔係做電話嘅，我唔敢講話係咪完全冇曬啊。但係我就知道咧，佢有啲嘢咧，其實近呢幾年已經行唔通噶啦。咁啊，所以其實早排都有啲搞笑喎。澳門有啲鬼卡啲 number 持有人咧，佢哋炒佢 number 喎，因為講明後面冇資料登記啊嘛。咁但係，唉，其實有時即係咁講啦，有時啲嘢唔炒車牌啲，係有咩用啊？係咪先？好啦，咁啊，继续啊，倾哥。好嗱，其实点解我问你有冇实名登记咧？嗱，香港就实施咗啦，实名登记啦。但系唔知道大家听众啦，香港嘅听众会唔会发觉有咗实名登记之后，反而仲多咗呢啲咁嘅骗案电话出现？咁我就话啦，之前就话立呢个实名登记嘅原因咧，就系防止呢一个电话诈骗嘅。咁而家反而仲多咗，咁究竟立嚟真係有冇作用呢？我真係好想問下班高官嘅，係啊，咁啊引申呢個問題啦。咁仲有第二樣嘢咧，我又發覺咗咧，而家我咧，因為嗱，我有個大陸電話號碼跟咗廿年噶啦，嚇廿幾年噶啦啊，文俊應該知你有埋我呢個電話號碼噶啦。咁我嗰個電話號碼咧，會成日會收到一啲咧，就話你嘅乜貝物幣啊，嘅信用額好高啊，過你撳啊，嗰啲我全部都唔睇啊。系啊，即系全部唔理啊，第一件事 delete 噶啦，同埋收埋好多无厘头嘅信息嘅，都系话你中咗奖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又话你嘅电话过期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咁样啊，嗰啲嘢我全部一概唔理嘅。咁同埋我同文仲兄唔同嘅，我接到嗰啲电话嘅时候咧，我有心情咪玩下咯，冇心情嘅时候话唔得闲啊，唔方便啊，唔需要啊，咁样我就 cut 咗佢噶啦，吓咁样嘅。所以我劝大家都系小心啦，我知而家香港同澳門揾食艱難，同埋啲法網啊，即係好多人唔知咩事，驚自己受犯咗法，跟住有人打電話嚟錯，都要小心全部嘢，係啊，因為好多時候騙案就係咁樣嚟噶啦。好，呢一單係其中一單新聞嚟嘅。我最尾冇嘢補充，最尾補充一句啊，其實最大責任要負嘅係邊個咧？電信供應商啊！你對入面的市民資料要攞齊，甚至乎要即係彌補到要有本地人去擔保嘅。咁呢啲電話騙案理論上，你係可以用你方法制止到啊？即係好簡單，係咪先？阿 Ken 哥，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嚇。即係你打嚟嗰啲詐騙電話，其實嗰啲電話咧，其實佢係有一個順序或者。一個序號啊，基本上咧，我諗佢哋有 database 咧，都 check 到噶啦。你話你成功打出一兩個，你冇可能成功打出一二百個噶。你有心做嘢嘅話，你會知道噶嘛？點解你唔去搞咧？點解係倒翻轉對本地人、本地居民嚴格到咁？跟住你對嗰啲嘅，甚至乎外嚟打過嚟嘅嗰啲電話，點解你索性你加多一樣功能咯？你可以加多一樣不明信号，有可能是电话诈骗。你接电话的时候，你喺度显示呢一句，起码嗰个人是系，跟住听到，唔系，讲嘢系自己识嘅人，真系识嘅人，你乡下亲戚打俾你啊，点样？咁咪冇所谓咯。
但係起碼嗰一刻你已經提醒咗佢先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唔係間唔中係整個信息或者信息都冇嘅上網睇啊，俾驚俾人呃，唔係咁噶，人類係一定要提醒嘅動物嚟噶。你我哋覺得我講得啱唔啱啊，傾哥？啱，同埋你話上網睇依樣嘢咧，其實好本末倒置嘅。你我嗱本末倒置意思，後生仔即係我哋依啲仲話會有時上下網，咁啲公公婆婆咧，佢哋邊度識啊？唔識噶嘛，好多公公婆婆唔識噶，攞住部電智能電話，淨係識得撳電話嘅咋，打噶啦。你叫佢睇嘢都未必識睇噶 ，YouTube 啊或者大陸嗰啲平台啊 WeChat 嗰啲，佢可能淨係識用 WeChat 啊WhatsApp 嘅咋。即係好似我阿媽咁，我阿媽淨係開 YouTube、WhatsApp 睇股票同埋WeChat 嘅就係三呢四樣嘢嘅咋，其他嘢佢唔識用噶。咁嗰啲老人家點搞啊？嚇！即係佢哋收唔到呢啲資訊噶嘛，所以呢啲嘢係要小心咯。同埋其實香港電信公司都有嘅，如果你係外地打電話嚟咧，佢有時係會顯示會講咗俾你聽，依個係外地電話嚟嘅，小心受騙嘅，會有依一句嘢喺前面，跟住先至接通嘅嗰個電話嚇。但係都係唔夠保障，因為而家好多時候依啲咁嘅騙徒電話咧係扮香港電話噶嘛嚇，亦都唔知咩方法避咗啦嚇。其實我估到佢咩方法嘅，但係我唔講啦嚇。咁樣咁嘅情況下，我想問下後面牽唔牽涉一啲人先？如果冇人名嘅，唔講人名，公司名咯，你可以講下你嗰邊知道佢點樣攞翻啲號碼？啲電話號碼佢哋有得賣嘅，其實一早咁賣翻嚟嘅，香港啲三字頭電話號碼嚇咁樣嘅，跟住及個IP phone 嘅方式去打嘅，即係以前舊式嘅 data centre 就咁做噶啦。所以咧，我咪話我責任最大係電信供應商啊！你買呢啲號碼嘅時候，你係咪應該登記實佢公司或者乜嘢啊？你要做呢啲登記噶嘛，就唔係將個電話咁樣啊左手交右手俾佢算啊嘛！你唔去把關喺出嚟嘅時候，人哋打電話你又唔把關，咁會點啊？我話俾你知，澳門呢件事，澳門幾年前咧有單嘢咧浸曬成個澳門浸鳩曬啊，叫天鴿。嗯，當時又係點啊？哦，當時啊上網會提醒大家。有边个上网睇到啊？结果咪全部咪唔知咯，咪浸鸠晒咯，浸到死人冧楼啊！其实有时啲嘢，你最首先即系譬如我话，哦、啊，你嗰个天鸽打风嗰单嘢，最应该负责系边个？都系政府啦，天文台咯，仲有政府机构咯，你系咪应该查查林喂走派晒啲特别人士啊？点样啊？做好啲工作啊？咁而家呢样嘢检讨嚟系废噶，发生咗。咁你電信公司你咪應該係最早你電信公司要把關啦，包括你出去嘅時候嗰堆電話號碼，你要把關啊！即係你話你揾間公司，哪怕間公司原來係一個叫做有問題嘅公司，或者啊點樣嘅，起碼你登記曬啊，有曬嘢喺手啊，跟住第二你可以立啲守則噶嘛，間公司唔 active 唔賣咯，空殼公司唔賣咯，點樣咯？佢真係做嘢嘅，你咪賣咯。咁起碼你可以將個漏洞堵最細啊！其實電信公司唔係指香港或者澳門嗰啲啊。大陸嗰啲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啊，嗯，好大鑊噶！你不停揾啲人啊，著你啲制服員嗰啲員工制服，上個抖音啊扭嚟扭去揾啲女，把撚咩？你做啲出嚟呢 part 先啦、啊。大陸嗰啲係商業公司，成版成版咁買啊！咩叫成版成版啊？哦，100個、100個、200個咁樣買嘅電話號碼係，跟住買完之後咪可以做埋鬼卡咯。其实成件事系咁嘅啫嘛，即系大陆而家其实咧有好多地方咧，中间啲真正嘅问题冇人理嘅，啊真系好鬼顶人嘅。阿 Ken 哥，你讲下。冇办法噶啦，我觉得佢要做，佢一定做咗吓，佢有心做一定做到嘅，只不过系有冇心嘅问题啫。仲有啊，同大家讲啦，你见到咧嗰啲冇 number 嗰啲咧，柬埔寨打嚟嘅。是啊，跟住另外你見到有 number， 跟住咧佢可以調到你香港或者地區 number 喺前面嘅加853852嗰啲咧，就係嗰堆鬼卡嚟啊！如果你一間就咁喺香港嘅公司，你自己個人就咁係去咗一張，你發現啊，你打俾人嘅時候冇嗰個加號，冇嗰個區碼噶，點解？因為嗰啲電話佢哋嗰班柒頭，佢諗唔明啊嘛！你賣俾人哋嗰啲係咩？係平時唔會 active 電話嚟嘅。佢分分鐘打出嚟去做呢啲詐騙程序咧，係佢初次或者係叫做初步嘅開通，佢唔係一個常用電話，佢平時唔係一個 active 狀態，所以每個呢啲電話打出去咧，佢一定係跟區碼。呢個係電信公司冇同你講嘅情況，
但大家见到咧醒爬咯，冇错。讲完啦 ，Ken 哥。OK， 咁啊，讲下第二单啦。咁第二单咧，我都觉得好有，都唔可以话有趣嘅，都系觉得奇怪咯。啊，咁就我发现咗一单新闻啦。其实都我理解唔到嘅。咁就话咧，琴日咧喺大角咀咧，第一喺大角咀一间体育馆度玩紧嘅时候咧。就俾一個身穿校服嘅僆仔咧殴打嘅，都係好細嗰啲細路仔嚟噶啦。咁咧佢又掌掴啊，嗰、那個著住校服嗰個細路仔咧就又掌掴其他入邊嘅喺嗰個體育館入邊嘅嗰啲小朋友啊，又推撞又成。咁咧有個事主見到咧就同嗰個細路仔嘅媽咪講啦：，喂，你小朋友。小朋友唔可以咁樣打人，唔好嘅喎，係啦，啊咁跟住咧，雙方咧就有拍片啦，又有發生碰撞啦，咁樣啦，嚇、啊，咁跟住咧嗰個女人咧就帶住即係打人嗰個細路仔個媽咪咧就帶住個細路仔走咗，啊就冇講嘢啦。嚇咁樣嘅，咁而目擊者咧就話咧嗰個應該係新移民嚟嘅，似係嚇。啊就見到呢啲咁嘅，即係打其他咧，佢個仔去打其他細路仔嘅時候咧，係冇出聲啊，甚至冇阻止啊咁樣嘅，咁咁啊令人聯想到而家啲教育程度係去到邊咧？究竟係阿文俊兄你點睇啊？嗱，其實咧，我嘅睇法就係咧，不如我用例子答你啊。咁我嚟計咧，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喺啲澳門啲舊區度啊。咁我其實咧好多時咧啲街坊嗰啲啊都會識啊，咁啊有一日咧咁啊講緊呢件事唔係最近嘅喎，咁啊講緊都應該有三年幾啦。咁件事係點發生嘅咧？咁啊有一日咧，咁啊後面啦個僆仔又著校服嘅，個僆仔啊大約啦嚇，咁你預佢應該啊九歲十歲咗啦。咁佢做咩事咧？佢啊周圍嘈吵啦，講嘢大聲啦，佢媽咪喺隔離咧就係咁同佢講。你唔得咁曳啊，唔得乜嘢啊？咁佢老豆咧就跟喺遠少少，因為佢老豆咧就已經成差唔多六啊幾歲噶啦，係後屘個媽咪就新移民嚟嘅，咁啊叫做福建嘅，咁啊跟住咧嫁咗嚟澳門啦，生咗佢啦，咁跟住咧個僆仔啊，比較我諗比較冇禮貌啊，佢一路喺度嘈喺度剩咧，咁佢亦都係咧將手上嘅水咧周圍潑啊，咁而其實咧，咁我當然我點解會知道啊？我是被他潑到的嘛，而且他離譜到呢淋到整件衣服濕了，那我當然是即是那一刻我當然很慶的啦，那我當然是擰住頭啦，那就擰住頭啦，那就當然好即自然反應肌肉動作了，問嘢啊嘛，都未講完我見到個僆仔穿校服，後面個媽咪個老豆識的，那跟住呢個媽咪就走過來，啊不好意思啊俊哥哎呀，我教唔掂佢啊乜嘢？個僆仔仲係好大聲啊！你憑咩教我？使乜你教啊？乜柒柒講埋粗口喎、啊！跟住咧，佢話我中意做乜嘢做乜嘢，我中意淋邊個淋邊個。咁你點做咧？咁跟住嚇和善可親啦、啊，非常好嘅俊哥咧。咁啊對咗僆仔，咁跟住咧咩話？我聽唔到你講咩啊，細路。你話冇人可以管到你啊？咁跟住咧下一句咧就直情咧就係一個動作嚟嘅。單手出去稱我話你知唔知你淋咗邊個啊？呢條街嚟嘅，你話你係你噶嘛？你嚇鬼啊！家下僆仔，我同你講，跟住其實啲僆仔咧，一困到呢真正嘅事咧，佢驚噶，跟住佢就即刻望住媽咪啊！佢要打我啊！報警，差佬咪嚟到用咗你啦，細路係咪啊？都即舊區邊個唔識我？差佬識我嘅，跟住佢問我你係邊個？我話。唉，你咁细个又读书，点解记忆力咁差噶？你出世冇耐，咪你妈咪老豆抱住你嚟同我打招呼咯，记唔记得啊？你个名啊？你叫咩名啊？你叫希哥系嘛？个名我有份帮你起噶，嗰边个？咁嗱，个僆仔啊，其实咧佢都系惊嘅。点解见到佢惊咧？佢唔敢喐上一脚，单手撑起佢。佢直情係啲手腳唔喐唔到啊，跟住震啊！咁我跟住咧，我同佢講話好大聲聽到喎。你話冇人管你啊嘛？
條街係你噶嘛，你講噶嘛。我話你知唔知？知唔知你講緊乜嘢啊？咁、那個僆仔梗係喂，其實佢即係嗰啲小朋友咧，你唔需要同佢講一大輪道理，因為根本佢聽唔明啊。你用一個方法咧，只可以就係咧，既然父母管唔到咧，你隔離有第三方，嗰、那個人嘅身份可以係街坊，可以係警察都得，冇問題嘅。跟住咧，咁我梗係喂、那個僆仔咁串咯，喂你講下嘢啦。咁、那個僆仔好驚噶。咁其實成件事咁點咧？咁咪同佢講咯。嗱，細路，我俾面你爸爸媽媽，我哋識嘅，啊唔使講啦，你個名字我有翻改嘅。你又唔好再咁阿炸啦，即係你咁阿炸咧，好坦白講一句咧，你今日遇着我咧，算你好彩啊！你咁樣出到去咧，你困到出面啲人咧，我唔知道你困，即係你唔會知道自己困到咩人。第日啲人就唔似我咁樣同你勾勾咁耐啊！跟住最尾就震佢一句：，我靚仔，你係讀前面交校啊嘛，我知道你讀邊度嘅喎。点解前面间庙斜对面就系个学校啊？再斜对面咪我哋教会咯。咁我话嗱，你因住啊，我识你副校长噶、啊。跟住我同佢阿爸阿妈望一望住，跟住嗱，我话咧嗱，我会再打电话俾你妈咪。你再咁阿扎咁串嘅，到时睇下点咯。嗱，其实个僆仔真系超惊，惊得好犀利。但我想讲咧，你一定要有呢种震慑落佢度。你先教咗個仔，咁第二，如果你話嚇、啊、你個撲街啊，你對八九歲僆仔好咁，我同你講啊，即係我記得佢而家應該係唔知十一歲定十二歲啊。自從呢件事之後咧，我話我會去佢學校咧問佢啲老師啊，得閒會打俾佢媽咪嘅，佢唔敢再咁麻雜啦。即係當然佢媽咪爸爸就即係即刻過嚟又沙冧啦，又唔好意思啦。佢爸爸又話啊，對唔住啊，俊哥，件衫要幾錢咁樣。喂，讲啲乜嘢做乜啊？咁样，即系其实你一定咧系有一啲强势嘅方法咧，对呢啲小朋友，你唔可以咧无止境咁氹，无止境咁闹佢。阿妈咪都闹佢，都唔惊咯，咪俾佢撞一次板咯，喺街跟住啊撞到个恶人咁样，咁佢惊噶啦，一定惊噶啦，因为佢感觉系嗰个人，唔系佢面对嘅爸爸阿妈啊嘛，嗰、那个人系一啲穷凶极恶嘅人啊嘛，咁佢自己出自己反应噶咋。即係如果你我可以稱得起佢啊，成個單手稱起咗啊，佢仲可以喺度問手問腳，即刻揮拳打我咧。嗱、啊、呢、這個係第二個處理方法㗎啦。但係佢如果真係驚，真係驚嘅話，你感覺到啊嘛，你見到嗰個人反應啊嘛。佢真係驚嗰下咧，倒翻轉咧，你要成功嗰第一步啊。你要話俾佢知，你唔可以咁樣做嚇，因為咁樣係唔啱嘅，做人唔可以咁樣。呢啲全部廢話。佢就同佢講，你唔可以咁樣做。點解唔可以？因為我話唔得。咁点啊？咁佢就会惊，佢就惊，因为原来呢条街有个咁嘅街坊噶，又知佢学校，识佢副校长，跟住同佢爸爸妈妈哋去打电话沟通噶。咁佢之后咧，其实细路仔有呢种压力咧，佢就开头咧，佢因为出于恐惧，佢会管制自己嘅行为，约束自己。慢慢久而久之咧，可能到佢再到某啲阶段咧，过可能十零岁之后咧，佢慢慢会比较系平复个人啊，同埋佢已经有一段时间咧。去修心養性，檢點自己行為咧，佢就唔會咁浪禮啊！你父母嘅隔離咧，仲喺度潑火嗰啲咧，撲街！所以其實我建議咧，如果細路仔係同細路仔打交咧，唔好理，由佢兩個打。打完之後咧，就唔好用我即係我老一輩嘅方法啦。我細個咧，我即係人哋過嚟打我，咁喂做人嘅嘢係咪先？唔還手啊，真係唔係男人啦、啊！我老豆睇到成件事。咁结果你觉得我老豆系点嘅情况咧？打得咁差噶，两嘢 Q 佢啦。梗系唔系啦，我老豆礼仪之邦嚟噶嘛，佢系咁依话嗰个小朋友两个叫佢走，跟住打柒我啊！打柒系做乜先？佢话我点解喐手咯？点解还手咯？吓、啊！其实呢样嘢，其实我当年我好细个，我真系有句说话唔敢讲。老豆，点解你要学空手道嘅？点解学空手道四段嘅？點解要去參加奧運啊？點解咧？個原因係因為咧，你十六歲嘅時候咧，你喺條街度俾人劏死油啊，跟住咧你自己唔甘心，所以你走去報名，走去空手道，你由興趣班開始學㗎。
學到後尾咧，上到空手道三段，日本江油流個師範，嗰即係個師傅啊，跟住咧去揾一啲嚇精英，跟住點樣去交流去勝，你先變咗你一世人嘅興趣啊，老豆，你點樣可以咁樣話我啊？我而家我打佢先啊，佢個係打我啊，我細個嗰陣時諗啊，俾個僆追住嚟打我，喂，你係我老豆，即係如果我啊，我個仔我個女啊，你追住我仔我個女嚟打我，一嘢稱起你啊！你老尾你我梗系唔会同你计较啊！细路我唔打，女人我唔打。你叫你老豆即刻过嚟领翻嚟。你老豆过到嚟咧，沙冧啊，对唔住啊，乜嘢啊吓，闹你两句，煎你两巴咧，我都算。如果过到嚟咧，仲有啲有路咧，我真系唔系嘅。其实之前咧，我有单嘢都系觉得好黐线。有条友佢老婆佢行过对啲流浪猫狗好唔客气，唔系到点咧？佢兜脚踢啲猫仔，咁我同佢讲话：，喂，阿姐啊，动物嚟嘅，生命嚟噶，你做乜嘢啊？话跟住个女人咧，即系可能我即系之前啦，我而家阳咗啊，个人瘦咗啦，又冇个气势比较差啲啊。佢又好惊，跟住咧，佢就走去佢老公喺后面嘅啫，应该唔知买紧啲咩，走就同佢讲：，前面有个黑社会啊！有个咩无端端凶我，佢老公走埋嚟，我话阿山啊，我话你太太咧，佢踢下啲猫仔喎，咁唔得噶，你唔好动物嚟噶，有生命啊，你兜脚踢埋佢，成只踢开，你知唔知咁样会死噶啲猫仔？个先生系点啊？踢又点啊？我听日毒死你成条街啲猫仲得啊！佢做啲乜嘢都好，佢做啲乜嘢，你都唔可以咁样话我老婆。咁件事咁啊，发展到呢个地步，系嘛？咁我唔同你讲，我唔同你系噶啦。我话阿 Sir 啊，唔系阿 Sir 啊，都唔系差佬嚟嘅。我话阿山啊，我唔知你姓甚名谁啊。我而家俾五分钟你啊，你打电话。佢话你打电话，佢话打电话做乜嘢咁样？我做乜捻嘢？我而家话你知啊，我即刻开个波，唔使讲噶，你使乜讲啫？喂，大啊，喂，根本我咁大，佢又大过我嘅，大只过我嘅，即系东北佬啲赢家嚟嘅，系嘛？喂，你女人我唔打你啊，只是闹你两句啫。男的你咁唔讲道理，使乜讲啊？系咪啊？直情开波啦，使乜讲道理？有时你对住一啲横蛮无理嘅人咧，你唔需要讲所有嘅道理啊。最好嘅道理就系拳头，即系喺香港啊、澳门啲地方，你拳头啦，出到去唔使倾噶啦，攞枪指住咯。点啊？吓鬼啊？打你只脚一枪先，我唔系攞你命啊，打你只脚啫嘛。点啊？系啊，咁做啊？点解要去解释？点解要去处理啊？根本唔需要，你把口唔系攞嚟同啲人说话啊！你要俾个教训佢啊，系嘛？就算难听啲讲，你喺其他地方，因为你咁样同人争执，导致你冇咗性命，系你应该噶，你应份噶。点解？因为你系个仆街冚家产啊！因为做人嘅嘢咧，即系你要问清楚，你系一个咩人？你所谓去行使正义是行使乜嘢正义？对嘅对象是乜嘢对象？我净系三犯系永远咧攞口讲下，就算系喐手咧都唔会做攻击嘅动作嘅一个僆仔、细路仔，第二女人、第三老人家，就算佢身上有武器对住我咧，我都唔会话做啲好过激嘅动作嘅。但系你如果譬如大家咁高咁大啊？差不多年紀啊，你跟我講啊，三十幾、四十歲啊，五十歲人啊，咁樣嘅話咧，我唔會客氣噶啦。即係其實咧，呢、這個動理咧，你可以套翻落僆仔身上噶。如果係我咧，我係小朋友咧，有細路仔咁橫無理咧，照當打交咁乜都好，打甩佢兩隻眼點樣冇所謂噶。喂，唔係代表我打佢就我係唔啱啊嘛。咁佢打我當無數啊，跟住你當細路仔打交啊嘛。咁啊，相对你睇咯，你唔好搞个细路喎，吓，再唔系你报警都系啊，你报警咯，个细路仔打交啫嘛，而唔系要缩啊，都唔系试图同佢讲道理啊，唔使讲噶啦，即系好似咧呢两日有条片喺网上流传，有个大陆女人喺间警局度嘈乱巴闭，用普通话又话听唔明广东话，香港差馆我唔知嗰间系中环定边度差馆，跟住又话听唔明广东话，又话要攞身份证咁啊。啲阿 Sir 好好生气，同佢讲：，喂，我哋唔系身份证明局，系差馆。佢话：，
大陸啲差館都可以搞身份證噶啦，點解你唔得啊？大陸啲乜？大陸啲乜？咁你冇嚟香港啦，冚家產！即係有時啲人，你根本就係講唔到道理噶，你完全講唔到道理噶，咁咪唔好講咯，係嘛？喂，我唔打得僆仔嘅，我有冇話小朋友唔打僆仔啊？冇啊！你一係鍛鍊好，鍛鍊好身手，打到佢入廠。唉，細路仔打交啫，搞掂咯，用同樣嘅方式對翻佢冚家產啊嘛！我是这样的，不会客气的。我说真的。但是你说这样东西只可以是对人，动物就不好。即我刚才试过有一只猫仔它、失控受惊，跟着呢它、真的见到它很惊。那 我是想试图安抚它，怎知它扑埋嚟咬到流晒血。但我都是的，它一路咬我咪不紧要。哎，猫仔啊，它咬我流紧血咪被它咬咯。跟着咪轻轻扫下它的头啊，扫下背脊啊。叫佢放鬆咯，問下佢咩事啊，點樣啊，做乜嘢咁樣。咁只貓開頭咬你，咬下變咗舐噶啦。即係你要知道，你對唔同生物咧係有唔同嘅反應同埋唔同嘅方法。但係細路仔橫蠻無理咧，你用翻細路仔對付佢得噶啦。咁啊，你報警都冇用嘅，差佬唔會做任何嘢嘅。但係警察可以做一啲好好嘅案例嘅，即係澳門始終比較有人情味嘅地方啊。咁有细路仔喺间士多度，唔知偷咗糖定偷咗包熊仔饼，咁啊冲出嚟，咁啊个老细未发现嘅，咁啊跟住俾个街坊闹到，个街坊系个女人嚟嘅，咁佢啊细路仔又好横无理啦，拳打脚踢啦，咁样跟住又俾我又系兜嘢捉住佢，咁跟住咧之后咧，咁我冇做任何嘢噶，我就系话喂靓仔咁样唔啱数喎，点样咁攞嘢啊？其实附近有警察噶。咁、那個警察咁咪入個警察嚟咯，我話小朋友偷竊喎，跟住我問個警察，佢要坐監噶係咪啊？個警察話係啊，要坐監嘅。我哋梗係知啦，都幾歲僆輕，十歲都冇，坐乜嘢監啫？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喂啲警察咧，你著制服嘅，你有呢一個嘅幫助啊嘛，你咪話佢知，哇要坐監嘅喎，要點嘅喎，要點嘅喎，震攝咗佢先咯，都唔使同佢講道理啊，講法律啦唔通？阿 Ken 哥你點睇啊？啱嘅，適當嘅。其實我成日都建議咧，而家啲家長咧唔好太過溺愛自己啲細路仔嘅。例如啲咩咧，下下揾父母出頭嚇、啊，即係可能我個年代唔同啦。我哋嗰啲嘅就自己插電去嘅。我讀書嘅時候嗰啲咩事都啦，自己插。總之啊，唔好打交都唔好，儘量唔好打塊面啦，儘量唔好啫，非必要時都會打嘅嚇、啊，即係唔好俾父母發生發現啊嘛嚇。啊咁就如果咪就父母哀我拖嘛，如果會就嚇咁樣嘅，咁同埋我建議啲家長啦，唔好如果可以的話就俾啲小朋友讀一啲基礎嘅智慧班啦，少少嘅武術底啦，有少少啦，少少啦。咁你話喺可能從來未用過，見到都會怯場，但係又有一個基本嘅智慧嘅意識喺度咧，已經係好重要噶啦。咁同埋儘量試下教啲細路就唔好蝦蝦霸霸咯，係啊，咁樣咯。文仲興講得有啲嘢都未嘗冇道理，因為有時候見到啲僆仔真係好冇家教嘅，啲父母又唔理嘅嚇。咁呢樣嘢我就因為始終人哋細路仔啦，我唔會理啦嚇。識得嗰啲就可能講兩句算啦。個父母聽就聽，唔聽就唔聽啦。一個細路唔係我嘅，屌你個仔嚟啊嘛！你個仔第日出社會撞板，你嘅事啊嚇。我見唔少啦，我啲 friend 嗰啲，我喂咁唔得嘅喎。結果大咗之後啊，日日男童院又成，跟住佢問我點搞，我邊有教嘅啫咁樣嚇。嗰陣時講過俾你聽㗎啦，你話你咁樣仲發實出事嘅喎，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就要做定啲準備咯，同埋要教下細路仔啲應對咯。文仲英，你覺得我咁講 O 唔 OK 咧？我即係分享一個案例啊。嗰陣時有個僆仔咧，佢父母即係父母都唔喺度噶啦，孤兒嚟嘅。咁啊，佢啊，即係又係嗰啲，即係因為佢根本未識分對錯啊。咁啊，嗰陣時同個僆仔啊打交，咁啊打到頭破血流啦。咁啊，冇父母領佢啊，佢啊覺得冇乜問題，甚至乎。是即係冇人去管佢啊！佢啲老師啊、先生咧，係覺得管佢唔到啊！咁跟住佢先生就同我講啦：，阿俊啊，你可唔可以幫我佢睇下佢咁樣？咁跟住咧個僆仔係咁啊！咁跟住我咪等佢放學咯，跟住咪同佢講咯：，你屋手腳係嘛？係咪你啊？過嚟啊！咁跟住之後咪同佢講咯：，你打贏過。
瘦过你咁多嘅矮过你嘅，你觉得型咩？你觉得型咩？唔型啊！你知咩叫型啊？你打赢我啊你！咁你话诶，咁点打赢你啊？咁样我日日捉佢咧，去学校后面咧，同我练剑啊！一人一把木剑、嗯，我每日挥200下嘅。你跟我挥，你的手攰啊？挥50下先，挥一年之后，我同佢讲，你冇中意打交嘅，诶，你过嚟打我，你打中我五剑得噶啦，乜嘢都唔使做。跟住我会去买嘢食俾你噶，系啊，得噶啦，我请你食饭嘅。咁当然啦，头两年佢一剑打唔到我。咁其实两年期间，咁啊对住个僆仔 train 咗三年咧。咁讲真，我讲过啦，我点会打晒佬噶？头三年就算同佢所所谓啊，叫佢攞把木剑过嚟，过嚟搏我都好，纯粹系一个即系叫做，哎、我唔知点讲啊，即系挡挡格格啦嗰种啦，笑一笑啊。咁但系咧，慢慢咧，你令咗个小朋友咧，佢如果抗击恶咧，佢有一个慢慢变成一个兴趣啊。例如咧，佢系去做一啲运动啊，譬如挥剑啊，譬如话踢波打篮球咧。佢將嗰個精力咧擺落去咧，你跟住嗰個人同佢講兩句咧，你咁樣側面去教導咧，啊反條架掂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嗰個僆仔咧，即係後屘咧第二年啦，佢又同我講，佢話：我做到風紀喎。啊！跟住我即刻同佢講：，犀利！即係大佬，你真係巴林幣喎，犀利！我都做唔到風紀啊，大佬。我話：搞掂，好嘢。咁跟住去到後屘，即係你睇住一個僆仔咧。咁样成长咧，其实你最紧要系有一啲人啊，譬如无论你父母啦、你嘅长辈、你嘅先生啦，或者你嘅所谓咧，当时有啲可能系啲大哥哥、大叔角色嘅人啊，你隔篱咧唔需要去就佢当时嘅做错啲事啊，不停去闹佢、讲道理、开佢拖，唔使噶，佢根本唔明你过嚟做乜咧？最简单就系你每日捉佢咯，每日同我打篮球，再唔系你中意吓。中意攞啲棍啊，拗鳩人嘅，每日同我練啦，練到拗到為止。咁當然啦，其實佢唔會好清楚嗰陣時捉佢做運動啊，嗰、那個人其實嗰個人係咩質素佢唔知啊嘛，係、嘛？其實我同佢講得我話，喂嗱，你幫中我五嘢啊，我請你食飯，你覺得點解開呢個盤口啊，驚哥？一个鼓励嚟嘅，唔系，因为咧，其实30岁以下，就算你三个人，每人拎一把剑，木剑好乜嘢都好，对住我有一把剑，根本一下都打我唔到啊！即系其实咧，好简单，你要清楚自己噶嘛，你有咩底牌手噶嘛？你觉得我开俾个僆仔开五嘢？你覺得喂，其實係會穿煲嘅，就唔係。咁我由頭到尾，我覺得就算佢無論係好勤力嘅人、練嘅人都好，佢去到15歲之前，佢根本係搞唔著我嘅。咁跟住你永遠咧，你呢個去側跟去煩佢啊，去輔導佢呢個人咧，你要俾樣嘢，你心裡面知道佢冇可能超越到噶。跟住佢就會有個動力咧，去每日去做啊。因為而家太多啲打遊戲機啊，太多嗜好啊，啲人太多愛好啊。嗯，即系我讲紧我嗰阵时系比较少啲噶啦，即系比几啊啲人都系少啲呢啲嘅嘢噶啦。咁但系你一定要令到小朋友咧，佢不知不觉去到有呢一个程序，但系佢自己唔系觉得咧系入咗一个繁衍嘅地步。你制咗一个目标俾佢啊，我制造俾佢嘅目标就好简单，你攞把剑斩我五刀，系咪剥我五下？你剥到就得噶啦，剥到得噶啦。即佢而家啦，廿零岁波多一下两下咋？嗯，系啊，咁咪得咯。因为严格上嚟讲，你自己知啊嘛。根本你未打到嘅时候，你已经坐艇啦，系咪先？咁当然啦。咁佢后屘即系上去高中啊、大学啊嗰啲，佢梗系冇咁勤啦。点会日日走去练剑，乜日日喺度沟女？系咪先？都好嘅，日日练有机会啊！日日练就真系有机会啦！我同你讲，即系你呢爆发力好高啊！18岁、19岁嘅时候爆发力最高啊！同你讲，嗯，真噶，即系你对住啲柒头啊，跟住喂研究一下咯。哦，只脚断鸠咗嘅，咁即系点啊？系右边啊，定另一转身唔好嘅？研究呢啲啊嘛，系咪先？惊哥，
冇错。你有心研究，两下就甩低我啦。嗰、那个问题点？我同你讲，廿零三十岁出嚟行古惑又好，乜都好，点解我咁有信心？因为嗰啲人永远得把口噶咋。你都冇研究过你对手，你有冇研究过佢左右身体系边边唔平衡啊？你都冇研究过，你有冇研究过？你有冇亲眼去研究佢掹剑嘅速度？你有冇研究啊？有时你打交唔系净系你打人噶嘛，你要学识你点样挡人哋头一下系最重要啊！嗱，呢个系我亲身经验嚟噶，即系我亲身经验嚟噶。嗱，必须咁讲啊！我系好细个就已经受我老豆好严格嘅惩罚噶，即系细个我同你讲个僆仔啲咁嘅岁数啊，咩八岁九岁啊，得佢打我嘅啫，冇得还拖嘅，正常、啊。慢慢大下大下咧，同埋俾我开始啊，掂到剑掂到刀之后咧，啊就两回事啊，开始你要启发佢潜能噶，所以慢慢咧个僆仔咧再大个啲咧，我同佢讲，其实我断咗只脚噶，我踢唔到波嘅，但系我可以睇你踢噶。间唔中一个礼拜带佢踢一次波啫嘛，带翻教会咯，带佢踢波，踢一次波，跟住慢慢咁，跟住佢识到啲朋友仔啊咩啊，哎，中意踢波系嘛，踢咯，咁啊间唔中啊圣诞节咁啊，带佢买件波衫咯，啊中意十号系嘛，烫俾你，中意朗拿度系嘛，冇问题，整件巴西过嚟，你要除咗系要严厉，你要俾鼓励佢，因为佢哋最需要系咩？别人嘅认同。但是不是别人的包容啊。讲得好。所以即是我自己呢即是哎我其实呢我即是如果我有小朋友好。快啲 B 班见啦。冇啊对象都冇即是啲人好大镬啫。哎即是你在这方面麻烦啲嘅。同埋让咗之后个人不举。哎，你又找这些藉口啊，成日都是咸片都不看了，一身正气啊，不用说那么多。阿Ken哥，今天星期日啦，星期日宽松一点啦，空闲一点啦。星期日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特别新闻可拿出来讲一下？哦，这样啊，讲一些开心的东西啦。啊，你也有份的，这件事有机会有份的。是不是有新的女听众联络你啊？啊，唔系，有新个女听众，点会联络我咧？系都联络你啦，人人都知道我噶啦，联络我好难讲噶嘛，可能佢联络你，哎呀，听哥，我今年33岁、34岁，咁跟住咧就点点啊，以为咁嘅，唉，顶，啊，继续啦。好嗱，就咁嘅，咁啊就端午节啱啱过咗啦，六合彩啊咁多，端午节咁多宝咧就头奖半注中，吓，咁就原本嗰日系5000多万嘅。咁啊，半注中即系2000多万咯。咁累積嚟緊星期二嗰次搞珠咧，最少都有。如果你一注獨得的話咧，有3500万噶嚇，大家可以搏一搏，係啦。單車都變摩托，不過都係咁講，大家唔好沉迷賭局，係啦。即係依啲嘢開心下咯，講出嚟大家可以唔好咁 heavy 啦，下下都。唉，即係我話要啊，即係要講一講咯。即系呢个世界咧，你讲开呢啲啊，抽奖啊，六合彩啊，即系呢一啲嘅点讲咧？呢算唔算系啲博彩咧？都算系嘛？算，一定系博彩啊！唔好玩呢啲仲博彩。咁啊，其实咧，我讲真嘅，咁你即系我自己咧，其实我讲嗰、那个即系赌钱呢啲咧，我自己好少噶。我自己例如我从来未喺赌台度撇过，亦都未试过咧。走去買六合彩啊！佢啲朋友話：喂，夾錢買啦咁。其實咧，佢話夾我俾低嗰少少錢咧，我就乜嘢都唔問唔理啊。就算話中咗三獎，食餐飯咁咪食咯。我基本上係完全冇呢鋪癮啊。咁必須咁講啦，即係作為一個咧做咗博彩業咧已經21年啦，睇到發曬啊！一個人咧咁啊，送你幾句説話啦。咁啊，説話唔係我講嘅，説話邊個講啊？阿葉漢啊，漢叔講噶。咁啊。唉，送俾大家啦，就系咧，即系呢个博彩啊，无必胜，轻住啊可怡情啊，闲时来玩耍咧就保持娱乐性啊。咁大家咁呢四句咧，我觉得真系警世真言嚟啊！你想睇到佢阿汉叔咧嗰个真迹咧，你去旧蒲京，咁啊旧蒲京咧有块木板嘅，咁啊刻咗呢几句上去嘅，咁啊即系都系咁讲啦。你抽个奖又好，幸运轮又好，甚至乎你落去赌台玩嘅百家乐又好。
都用呢個心情啦，就唔好話即係嗰啲朋友仔啊玩到又話傾家蕩產啊。以前嗰啲睇無線好興啊嘛，翻去打個老婆啊，攞啲飯錢啊，唉呢事唔好做啊，即係勸大家真係唔好做。阿文俊英啊，你講開呢句嘢咧，你以前有冇睇港漫噶？我睇好少嘅啫，例如我睇《火舞耀陽》啦，睇《風雲》啦，睇《古惑仔》啦，睇呢個《黑豹》又睇過一下啦，開頭咁跟住咧，另外有睇啲《耀武揚威》啦，跟住咧有睇呢個邱瑞新嘅其他一啲啊周邊作品啦，有睇呢個張曼玉啦，咁同時咧，譬如你講嗰啲《龍虎門》啊，《天子傳奇》啊睇曬嘅，跟住啊仲有咧，譬如啊我好中意嘅咁啊請緊佢上嚟啊做下嘉賓嘅，有個叫十五少嘅。咁做細路仔咧，一定會十五少係咪岸南嗰個啊？係啊，冇錯。跟住咧，但係唔係岸南本人喎。OK OK， 我知啊，我知啊，我一個好熟，我就覺得啊，十五少係岸南嗰個係啦。咁另外即係細個一定會經歷噶，睇過咩《拳王》同《街霸》啊嘛。OK， 喂，咁你有冇睇過一本叫《賭聖》啊？賭聖咧，澳門點會睇漫畫睇嚟春咩？啊，冇睇啊！嗱，《赌圣》入边咧，嗱，赌神高进大家知啊，佢有个阿哥嘅叫高二，哦，系啦，跟住咧，漫画入边，咁有句名句啊，咁啊，等我谂下先，点讲咧？系啦，小赌可以创业兴家，大赌可以三心富贵，冇乜嘢啊，仲有噶，跟住就系、是，唔赌系死局，小赌系定局，大赌系千局。佢系有依句咁嘅嘢，咁依家我睇一照入咗脑呢句嘢。你有冇睇过咧？出面有个咧教你赌波啊，佢叫呢个咧，即系呢个咩啊？咩咩李嘉诚话？我因为我唔赌波，我唔知啊，我唔赌嘅，因为佢就同你讲啦，佢话走去买两铺波咧，就话有钱过李嘉诚啊。咁啊，其实即系唉呢样嘢，大家心照啦。我哋话赌神高进咧就冇 Q 用嘅，你譬如啊，识下澳门进算啦。系啊，好期待你请阿十五少上嚟讲嘢。文俊啊，震你两句啊啫，放弃饮汤啦，冇搞咁嘅嘢啦。有即系我有时真系啊，我谂搞错嚟，有捞赌啊，你做赌厅啊？我好多次噶啦，见啲客咧一撇落去咧，个人唔精神啊，眼瞓啊，跟住系咁，喂，连输成个六铺七铺啊，系咁冧嘅时候，我通常嗌佢啊，老细起闹啊，走啦、啊。有时好多时咧，我讲得最多嘅就系我做赌嘅时候咧，每次个老细就嚟走嘅时候，我同佢讲，老细，不如咁啊，我同你出去即系行个圈啦、啊，睇下买啲纪念品送俾你太太咯、啊，送俾你小朋友啊。再唔係買啲翻公司派啲手信俾大家咁樣，咁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嚟玩或者你賭錢好，當然中國人咧一定係同你賭身家嘅，佢個勢亦都係有你冇我隻，飯都唔 Q 食，賭咗先。但其實你可以係有時都可以有少少娛樂性噶嘛，有時你不如係咯買下啲嘢啊，你預期走喺張台度冧一鋪百家樂。其实够你买好多个袋嘅老细，譬如你去 LV 可以买到好多嘢，咁不如攞啲时间同你买嘢啊咁样。哦，咁啊，有时系，有时嗌醒咗啲客嘅，譬如啲客咧有啲咧，即系嗰阵时见到赢咗过百万嘅，佢唔想收啊，佢想赌到上飞机前再黑噶，跟住啊我刹停咗佢噶，我话澳门嚟嘅呢度，老板啊，点解唔叫鸡啊？点解唔饮酒啊？我话仲有，点解唔食嘢啊？我带你食全澳门最好食嘅龙虾啊！叫醒佢，叫醒佢，佢赢我都叫醒佢啊！你当然啦，其实有个情况啊，因为你会睇咗个客嘅 feel 啊，上落数啊，咁你唔可以俾个客赌死啊！即系我哋嗰行咧，其中一样嘢，你唔可以赌到个客咧，其实佢赌突啊、输啊、周围借钱啊，即系病态赌徒啊！你因为你知道你个赌场系有赌场优势啊，赌场杀数啊。佢永遠越過唔到條界嘅。咁如果咧，佢係咁，尤其是啲人買百家樂咧，係咁係咁話啊，我要諗啊，條路要點啊，跟住我要倒攬啊，跟住又同你講啊，第一鋪一百，第二鋪二百，第三鋪五百，咁樣倒攬嗰啲咧，哇，倒都唔夠死喎、啊，嚇起上嚟。係，因為我要切，因為其實澳門有一個其中最出名嘅攬王。叫攬王啊，咁嗰個好堅好響度啊。那個人我認識他的，其實
系咪真系咁坚咧？唉，我唔系阿汉叔啦，我啊阿文俊镇呢两个倒揽啊无必胜啊，系咪先？轻住轻住可以情嘅，咁啊咁啊，唉，闲时又买两铺，唉，咁保持娱乐性咯，冇噶，即系呢个咧，呢个倒揽不败传说咧，有时咧，系我迟先啦，睇下有冇机会喺赌场节目入面讲啦。即系呢个迷思系害死好多人嘅，即系当年，即系当年我老细都话，喂，不如你又谂下整啲揽局相关嘅游戏出嚟啊，咁样。我话啊咁啊，咁点啊？我话不如咁啦吓，中一铺，跟住隔篱搵个阿叔咯，吓买架飞机揽俾你好冇？跟住我老细听到笑，我话冇嘅，有时啲嘢你成即系有时好惊噶，即系我好惊见到啲客咧大开大合噶，即系必须咁讲嘅。阿詹培忠嗰啲咧上台200万，一铺牌200万，哇咁样冧落去，阿哥啊，你唔惊我都惊，我心谂病发啦，不如唉算啦，嗌个公关姐姐，唉睇住阿钟哥。我饮杯咖啡先，哎，你有啲咩唔好特别嗌我，你赢咗我哋输钱俾你，我唔知点翻去点同老细讲，你输咗咧，你虾虾面咧，我又唔知点搞，系咪有时啲嘢，跟住你问我成个场最大我咁我点啊，系咪先？咁我呢家大啦，跟住冇噶，所以即系有时咧，你面对大赌局咧，就算你唔系当事人，你唔系你谂落去啊，其实都惊噶，即系譬如你赌场科普，你问下。上次阿黄生，阿黄生系做赌场运噶嘛，即系做嗰啲派牌啊嗰啲嘢噶嘛。你问下，如果啲客咁样谂法，下下一球啊，球半啊，两球咁样谂嘅，你问下佢惊唔惊？好大惊啊！好大，同你个管理层咧最大压力就系呢一下，最大压力嘅时候。系啊，你见到啲咁嘅环境，佢铺百200万嘅，啲公关姐姐咁系咁轻易走埋同佢攞贴士啊？佢都呆咗啦，靓妹未见过世面，就唉变咗赌场节目噶啦，唔得，我真系冇话一日赌场先讲啦。O K O K， 系啊，好啊，咁啊，记住啦吓，记住啦，唔好赌钱，赌钱系可以赌，但系有个谱咯，真系好紧要啲咯，系啊，少多怡情咯，系啊，即系我向来都唔系好好啲嘅嘢。一样噶咋？你例如嗌啲客饮酒，嗌啲客叫鸡咧，唔代表你自己要去饮去叫啊嘛，系嘛？冇搞啦。OK OK。咁啊，我哋今日就欢乐时间到喎，好嘛？好。今日第二节啦，轻松啲啦，真系唔想咁正经啦，因为我已经将我所有精力摆晒落第一节噶啦。好，咁啊 ，Ken 哥，仲有咩补充？冇啦，冇啦。好啦，咁啊，头先咧，我讲错嘢啲位咧，你帮我 cut 咗啦，好嘛？收唔到嗰啲。Okay, 好，辛苦晒，听日见，拜拜。拜拜。